我国再传来警员遭枪杀事件，雪兰儿书邦在演一名一巡武长华兰迪诺，星期四凌晨独自在 UEP 工业区警局执勤时，不幸被人近距离开枪杀害。 警察同僚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完成巡逻任务，回到警局，发现死者躺在血泊中，头部有刀伤，配枪也不知所踪。雪州总警长呢？都马兹兰透露，几名证人在凌晨大约两点四十分的时候听见爆炸声，不过以为是庆祝国庆日燃放的烟花而不以为意。警局内没有闭路电视，所以警方只能透过附近的监控画面寻找线索。 死者是沙拉越土著，在警队服务七年，生前没有债务问题，也不曾与人结怨，因此警方不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。这也是国内两个星期的第二宗警员命案，击打张伦一名扫黑警员，十八号被杀手连开四枪毙命。